们先来复习一下国中的生物跟高中生物啊。实际上我们在国中生物跟高中生物都有讲酵素啊。这个酵素是什么样？它是能有两个主要的作用嘛，一个是分解，一个是合成。分解就是把大分子变小分子，它也可以把小分子变成大分子啊。那这个酵素我们都已经有认识了，对不对？从国中就有了。可是呢，我太太的舅舅的老婆，我也是叫她舅嘛，她就问我说：“哎，她买了一个酵素要20000块，她问我说这个怎么做，可不可以？安全没有？”然后另外我去理剪头发，那个理发师他也做了一桶酵素，他说他知道我是因为有时候闲聊，他知道我在做这个食品，他也问我说他买这个20000块花得来没有，一大桶啊。那我就那时候我就想说，这个酵素到底是怎样，跟我脑筋里面的这个酵素跟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酵素我们把它综合讲，这个酵素它别称就是酶，所以我们都讲说淀粉酶、蛋白酶这样，酵素是一个综合的称呼。好，那你如果讲个别的酵素的话，你就用酶这个字。好，它是一个生命的魔术师，因为我们人会在这边，我会在这边讲，你们会坐在那边听，都是酵素的功用啊。因为如果没有酵素，我们人就死亡了。好，所以这个酵素它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必要的因子。好，那我们它是一个催化剂啊，催化剂的意思就是它自己不会改变，对不对？它只是来加速这个反应的进行。好，那我们人体里面的酵素有多少好像还没有明确。好，我看到的文献是说有几千种，最少有6000种。好，有的讲说到10000多种。好，所以我们人体的酵素本身就有很多，好，它就是来催化、来加速我们身新陈代谢这样的作用。那它反应前后呢，它是质量不变的。这个是在1937年就有这个研究报告，很早很早，我特别去把它找来。好，它这个 Maya 这个学者呢，他就说人体的酵素是固定这样多。那你在这个婴幼儿的时候，你的酵素它是假定100来说，所以这个婴幼儿它的酵素是最多、活性最高的。可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，像我现在到哪里啊，你到10岁的时候它可能降到80%，20岁就剩下60%，40就40%，有没有？你如果到80岁的时候，你的酵素就变得越少，你的酵素如果没有了，那就是你生命的终点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补充这些酵素嘛，让你的酵素，另一方面就是维持你生理的功能，让你的酵素不会那么快速减少。好，那这样子你的这个生活品质才会高。好，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看到很多酵素，像这个洗衣粉，我自己是在日本东京读书嘛，我读书的时候我做的就鱼蛋白，很可怜，要洗那个烧杯啊，洗那个试管，因为那个蛋白质跟玻璃是很容易附着的。那我在洗这个烧杯跟试管，就是用蛋白质分解酵素去洗的啊，所以洗完清清如新啊，所以这个酵素的这个洗剂。那另外日本最近都有这个，它是一种好像标榜有减肥作用，那这个减肥作用是不是真的那样，你们自己可以去试，也许在座已经有人试，可是还是维持一样的优美体态。好，那另外有这个酵素那可以做这个让那个肉变嫩的这种嫩精，它是一种这个酵素类的这个产品，比如说是木瓜酵素、凤梨酵素都有这样的作用。实际上我们什么是发酵？我们发酵就是利用微生物或者是利用微生物产生的酵素，但这个酵素你可以把它分离出来变成纯化的酵素，利用这个微生物或者酵素
它会把这个有机物分解成小分子，但是它分解出来的这个产物呢，是对我们人有用的，我们就给它叫做发酵。如果分解出来的，人家微生物也是生物，它也要生活，它分解出来的东西我们人不要，或者是会毒害我们，好，我们就给它叫做腐败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讲这个好的这个发酵，就是我们称为典型的这个发酵，就是四大类的发酵。第一个是酒精发酵，就是做成这个酒的这个产品。好，那第二个是乳酸发酵，就做成这些乳酸饮料，比如说养乐多、优格这一类的。还有醋酸发酵，就做成这个水果醋。还有氨基酸发酵，好，氨基酸发酵就做成酱油，做成这个味精。实际上这个味精我们之前的讨论会也讲过几次，味精实际上它是微生物代谢的产物，它并不是化学合成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，尤其这一章，如果修过我的课的在座，我刚刚有看到我一个学生有来参加，这如果以前修过我的实习就会看到，这是酱油在制取。刚刚我们苏教授有讲黄豆的这个发酵，有没有？它就是在制取。那制取之后呢，我们还有加麦，补充它的营养跟这个风味，然后制取好之后再给它加盐水，就给它长时间发酵，然后最后再给它调整，跟经过这个调制就变成酱油。那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个盐曲，你去吃这个日本料理店一些那个什么肉类猪排什么，它都用盐曲这样去弄。这个盐曲呢，实际上它是米曲跟盐给它混合，它也是发酵，它只是把它做成跟盐类似的这样的形态，那就一个盐曲。那另外大家也都在这个东南亚的，不管是泰式料理都有这个产品，这个鱼酱油，这个鱼酱油它是虾鱼这一些水产的东西，因为它很容易腐败，所以它就把它加盐下去防腐，然后进行长时间的发酵，再得到这个我们所谓的鱼露这样的这个产品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它基本上都是发酵的这个产品。它这个万田酵素，你看它怎么做，它的结论就是这四点，你们看一下，它是用野生的水果、黑糖、谷类、海藻、蔬菜等等50多种原材料，所以它的材料用得非常的多元，它就是说它原料是用了50多种，都是大部分是他们那个阴岛的地方野生的这些蔬菜、水果、谷类之类的。然后它第二点强调的，它是经过3年3个月的发酵，所以它是长时间去酿造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这个发酵跟酿造有一点不一样，这个酿造是发酵的一种，但是这个酿造呢，我个人的见解，酿造第一个它的时间要比较长，我们说来酿造酱油或者是酒，你要做很长的时间。那第二个酿造的定义就是它的原料形态是改变的，好，你比方说酱油它是用黄豆做的啊，用小麦做的，可是你不说不知道，因为它都变成液体了嘛，而且变成黑黑的，你怎么知道它原料是什么呢？好，所以原料的形态改变很多，发酵的时间很长的才给它特别叫做酿造，所以它是经过3年3个月的发酵熟成。好，那所以他讲这个作者讲的，正确来说它是野生果实熟成后的发酵食品，所以它是一种发酵食品，只是它是用这些野生的这个材料经过长时间去发酵，它就是一个食品了。它的效果呢，写了很多很多，我要给它看科学数据没有，它都是用效果见证，也就是它找了很多食用过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产品也是用这种方式，就我吃过了，你看我这么帅，我就吃了你这个东西，实际上它本来就这么漂亮了，不一定是
我如果长得 很不漂亮，他会找我去广告这个美白吗？不会吧。啊，好，那这个 SOD-like 是我们酵素类的这个产品，好，它比较多用这个活性。好，那这个它是因为这个为什么会用这个 SOD-like 呢？因为它就是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分解的这个产物，发酵代谢的这些产物，它也会有这个氧化抗氧化的这些功能。好，它就类似这个 SOD 的这个作用。市售很多的这个产品呢，它就会利用添加很多的产物啊，那让它变成跟这个 SOD 有一样的这个功能。好，那我们台湾的这个酵素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。我检定了，这是我测的啊，收集了大概六个市售的这个产品，你看他们用的这个材料很多，水果、蔬菜啊，根茎类、中草药、藻类、菌蕈类都有哈。另外还有这个微生物的参与哈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刚刚说你的东西为什么会有酸？你有乳酸发酵，有醋酸发酵，你的酸会比较多。你如果没有去用这个微生物，也有可能哈。但是我收的这几个材料，它都有标，它是用这些哈。那你看它的酸度都是有一点多，有的2%多，很酸了哈。然后重点，它的糖度都是这么高，因为你的糖度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话，你不容易保存哈。而尤其它在发酵的时候，它就要很高的这个糖度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酵素的市面上卖的这个酵素，在我来看，它就是一种饮料，哈，它是具有机能性的这个饮料，但是这个机能性主要就是抗氧化的这个机能性。那它的机能性的来源呢？你的原料你用越多，你原料的成分就越多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有微生物加微生物去发酵，比如说刚刚那三种益生菌去发酵，你就还有这个代谢的产物。那另外你如果这个菌你还能够保持活的，它就还有乳酸菌，还有酵母菌等等这些作用。那你酵素也有这个活性。好，那我们酵素在食品添加物里面，它有一个酵素制剂，好，它是第17类的食品添加物，我们的规范是可以食品加工可以用，而且没有定规格。好，好，最后一章了，我们听了这个酵素的这个我的这个讲法啊，大家了解这个酵素的一个类别啊。那它实际上是有四种，一个我们天然食物里面它就有酵素，我们身体内也有酵素，还有这个新陈代谢的酵素，还有酵素食品啊。我们这个饮料就是属于这个酵素食品。这样我们要了解这个酵素的这个特性，提升我们这个饮食的知识，这样才不会吃了产品，了解又伤身。谢谢大家。